安溪的。安溪泉州？对。你不会从泉州特意跑过来吧？对呀、啊。同时呢，这是第二次造型过度，看看这个小狗会不会剪出来更好看。上次给它剪的型还在，身上的毛也挺长的，全是卷的。拔耳毛，清洁耳道。剪指甲嗷嗷叫。平常有什么在外的习惯？当然是深层清洁。咔咔一顿戳。比熊怎么那么爱打结？烦死了！洗好澡，准备剪毛毛。两个小时，又是两个小时啊！开节开得很久，这毛为什么可以这么严呢？小狗，笑得太解压了。从后往前，对呀、啊。那样子全是刀柄。那样子全是刀柄，那全是刀柄不行了。好看。小狗一脸呆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感觉他剪短的身子有点显长。他本来身子就很长，像那个凯迪拉克。这是钱多多还是毛多多？毛多多。哦，好挺哦！才看这鞋就掉了这么多毛，左边的毛有点长呀。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这个就像打断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小剪刀再给他修一修。这个小身材它不出来了吗？好、啊，哎呀，不好，就是天生这样子的吗？吹头剪脑壳，不要动，把你眼睛先露出来。眼睛那根毛怎么这么重？是不是太闲了是吧？伤心的社会吧。你是不是晚上会 emo 啊？流这么多眼泪。老头的胡子也，哇，剪不够。对的。所有的杂杂毛，带上小花花，然后拍照喽，进行最后调整。他笑了，快点快点！看看理发后的我。小狗乖乖，小狗乖乖。